第58讲少阴寒化症。二，同学们好，我们上次课主要讲了少阴寒化症的阳衰阴盛症、阴盛隔阳症。现在我们看原文中的阴盛带阳症，这就是讲义314条和315条。314条说，少阴病，下利白通汤主之。315条说，少阴病，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。如果光看原文所描述的临床症状，那我们很难判断这是个阴盛带阳症。充其量我们把它看成是少阴的阳衰阴盛症，有下利筋骨，又有脉微。但是仲景用了白通汤，我们在研究这两条的时候，我们就采取了一方测证，以腰测证的方法来寻找它的病机的所在。白通汤的药物组成是以葱白为主药。葱白四斤，干姜一两，附子一枚，葱白。张仲景在什么情况下用呢？我们上次课说是在其人面色赤的时候用。仲景在通脉四逆汤的加减中提到，面色赤者夹葱九斤，由此提示仲景用葱白主要是阴盛带阳症的。既然白通汤这张方子是以葱白放在第一位，由此我们知道白通汤应当是阴盛带阳的。所以314条和315条它的主症除了下利和脉微之外，还应当有其人面色赤。葱白有通阳的作用，用在阴盛带阳症中，它在干姜、附子为主，温阳驱寒，破阴回阳的基础上，它有交通上下的效果，所以来阴盛带阳症。现在来看315条的后半段，用上白通汤以后出现了利不止，厥逆无脉，告反者，白通加竹胆之汤主之。服汤，脉暴出者死，微虚者生。阴盛带阳症，用白通汤是正治之法，用方是正确的。如果有个别病人吃了药以后，症状反而加重，由原来的下利出现了利不止，由原来的脉微出现了厥逆无脉，这是病重要轻，积热和邪气的势力。这个积热的现象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，也就后世医家所说的隔聚现象，一个大热症，你用了大寒药，人体就会聚而不受；一个大寒症，用了大热药，人体也会聚而不受，这就是隔聚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为了防止隔聚怎么办呢？热药凉服，冷药热服，这是防止隔聚的方法之一。当然也可以加反佐的药，这里的利不止、厥逆无脉是正邪相争、邪气占优势的一种表现。这里的干呕、烦是正气抗邪的一种特征，出现了隔聚现象。在这里，在白通汤这张方子里加了猪胆汁和人尿，这就叫白通加猪胆汁汤。我们打开讲义168页，看白通加猪胆汁汤方要组成：葱白四斤，干姜一两，附子一枚生，去皮，破八片，这正是白通汤。人尿五合，这里所说的人尿，后世医家用铜便，用吃母奶的男孩的尿，把它叫做铜便。铜便有什么作用？在这里，人尿是咸寒的，猪胆汁是苦寒的，在大热药中加上两个偏寒的药，这就是起到一个反佐的效果。以阳药入阴，从其性而治之。本来是一个阴寒的症候，你用了打的热药来，这个阴寒的邪气它不接受这个药，所以和药力和正气相争，就使症状加重了。现在你在这个热药中加了两个寒凉的药，这个阴寒邪气它识别不出来，它说哦，原来和我的性质是一样的，没想到用两个偏寒的药把这些热药带入阴寒的阵地之中以后，阴寒邪气一看，哎呦，上当了，我以为是我的同伴呢，原来他带进来的是我和作用相反的热药，这就叫以阳药入阴，实际上是一种间谍战，或者说是化妆战术。以阳药入阴，从其性而治之，这是用人尿和猪胆汁的一个作用。第二个作用，用人尿和猪胆汁都是血肉有情之品，这个症候下利到这种程度，真阳衰微，真阴有耗伤，亡阴虚水，便解治紊乱的情况必然是存在的。
当时没有输液的方法，没有纠正电解质紊乱的方法，所以给他喝点燃料，喝点猪胆汁。所以我们刘杜周老师说过一句话，燃料是天然的生理盐水。我第一次听他说的时候，当时就想笑出声来，我就忍住了，当着老师不敢笑。就这句话，我想起来就笑，笑了三天。可是我今天想起来，哎呀，老师说的不算错啊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尿是代谢产物，那和我们输液的生理盐水相关何止十万八千里啊。现在想一想，可不是吗？汉代那个时候没有生理盐水来输液，补液喝点尿也不错呀。在偏僻的农村，产妇大失血怎么止？输血没有条件，输液没有设备，偏僻农村的这个接生婆赶快让周围的邻居们都去找小男孩的尿，接来给产妇换上两碗抗失血性休克，补充血容量，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过去有的人到大森林里打猎，那个时候许多动物不被保护，碰上狗熊他就想打，一枪没打着，那狗熊生气了，跑过来照着你的胸脯拍了一下子，好，被斧拍碎了，失血性休克，狗熊跑了，得，我把它打倒了我就走了。这狗熊很仁义，不一定置你于死地，的那同伴怎么救他啊？离山下还有这么远，赶紧撒一泡尿给他灌，活血化瘀止痛抗休克。一些老药农老猎人都给我说过这种话，上深山采药，采那个我最不喜欢用的五灵芝，上到那大悬崖上，五灵芝踩着了，一高兴一不小心就哐当摔下来了，内出血失去性休克，同伴怎么治奶？给他撒尿灌上一道虎尿，精神恢复了，赶快运到山下进行抢救，所以就急用人尿。我们今天说起这些事情来，好像都是一种笑话，用人的代谢产物去治病，可是铜鳖在过去用的很多，又叫回龙酒，多好听的名字，猪胆汁，血肉有情之品，猪胆囊中的胆汁，它含有丰富的电解质，纠正这种下痢水电失调，在客观上应当是有效的，所以我们说这两个药以有情补有情，在客观上起到了育阴增液滋阴以和阳的作用。这件事情我没有核实，只说在50年前上海有一起吃这个河豚鱼集体中毒的事件，病人大概涉及到几十个，河豚鱼中毒死亡率是很高的呀。当时就组织了上海市的各家进行抢救，也请了中医做会诊，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一任校长程门雪到场参加，有一部分病人是真阳衰微，然后他用的通脉四逆汤加人尿加猪胆汁，上海这么个大城市药房不可能准备有猪胆汁，所以就让家属去找，有的家属找到了新鲜的猪胆汁，有的家属没有找到，后来这批病人是死了一批活了一批，在病例总结的时候发现，死的和活的之间唯一在用药上有差异的就是用了猪胆汁的全活了，没有用猪胆汁的全死了。所以从这组病例来看，我是听我们刘老师讲的，我想查这个报道没有查着，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，如果猪胆汁抢救这种危重病人，除了我们按照上述两个途径来解释的原因之外，一个是反左以阳入阴，一个是滋阴以和阳育阴滋液，除了我们上述解释的这两个作用之外，可能对抢救危重病人还有另外的我们未知的机理在内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它，这是白通加猪胆汁汤，它有破阴回阳交通上下咸苦反左的作用，吃了白通加猪胆汁汤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再看315条服汤，脉爆出者死，微实者生。吃了汤药以后注意观察他的脉象，如果发现他的脉突然跳了那么两下，这不是好事，原来是摸不到脉，不是立直，脉不出吗？觉你无脉吗？吃完白通加猪胆汁汤以后
脉突然出来了，你千万别高兴，这常常是人体残存的能量发露无遗，回光返归的现象，所以爆出者死，这必然要死亡的，危时者生。慢慢的脉出来了，这是真阳恢复的表现，那他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挽救。我做住院医生的时候，我们病房住有一个老太太，年龄很高，她的肺炎伴有感染中毒性休克，我们一边用抗菌素，一边用西药的生血压药，也用了中药的参附汤、人参四逆汤这类的方子，或者说用参附注射液来静脉点滴，血压就是回不来，已经处于一个脉就根本摸不着，似摸湿冷，末梢青紫，一个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这种表现。星期五上午大查房，我们的大主任老主任廖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年轻医生查到这的时候，我说廖主任，我看过一个报道，对于顽固性的休克可用针刺内关的方法，利于升高血压。廖主任说，来来，你拿一根针来扎这个内关，那边一个年轻大夫来扎那个内关。我们俩同时就把针扎上了，扎上没有一分钟，我就摸到脉了，然后我说，廖主任，快摸，有脉了。廖主任一摸，摸了两下，就拿膀子扛我，我说这要干嘛啊？廖主任从来没有拿膀子扛过我，我看他眼睛示意，要我看病人。我一看病人呼吸停了，我再一摸脉，没有了，这个病人本来是要死的。可是就我们这么一刺激，把他唯一残存的能量发露无遗，本来一直没有脉，脉爆出者死。这个真是这样，一个病人临终的时候把唯一的残存的能量爆发出来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顺光返照。好了，少阴寒化症的阳衰阴盛症的阴盛隔阳症、阴盛带阳症，我们就都谈完了。这三个症候基本症状是一致的，内寒卷卧，四肢厥冷，冷汗自出，四肢痛，下利筋骨，自利而渴，小便清长或小便不利，脉微细，但欲没脉沉，或者脉沉浮不出，基本症候是一致的。兼有生热反不恶寒的是阴盛隔阳，兼有其人面色赤的是阴盛带阳。在上分别用四逆汤，通脉四逆汤和白通汤。下面我们讲少阴寒化症的第四个症候，就是阳虚水泛症。阳虚水泛症也就是真武汤的适应症。对于真武汤的适应症，我们大家在太阳病篇学太阳辩证的肾阳虚的症候的时候曾经遇到过，那就是第82条，原来是说太阳病发汗，汗出不解，其人仍发热，心下悸，头眩，身眩动，阵阵欲痞的者，真武汤主之。我们现在看原文，第316条，少阴病而三月不已至四五日，腹痛，小便不利，四肢疼痛，自下利者，此为有水气，其人或渴，或小便利，或下利，或呕者，真武汤主之。我们把这两条结合起来看，阳虚水泛症的成因可以有两个，一是太阳病治不得法，是肾阳损伤，阳虚不能治水，这是它的成因之一。成因之二来自于少阴，是促体少阴阳虚阴盛，外邪同阴化寒，肾阳更加虚衰，结果导致不能治水。因此不管这个病是来自病不得法，还是来自少阴受邪，殊途同归，最终造成的基本的病理变化是阳虚水泛，水邪是变动不居的，所以古人比喻也很形象，你把一碗水泼在地下，哪点滴它就往哪边流，所以水邪是变动不居的，它并不固定在一个位置，所以它常常随着三焦气机的升降出入了而随处为患。因此真武汤适应症中它所出现的临床表现就比较多。我们把这些临床表现综合起来看，第82条和316条这两条原文所描述的真武汤适应症，把它综合起来了，一个是四肢沉重疼痛，四肢沉重疼痛我们可以理解为水肿，这是水邪进自四肢的表现，当然四肢沉重了
他有水邪流溢吗？第二个症状，心下悸，这是水气淋心的表现。第三个症状，唉，这是水邪犯肺的特征。第四组，或吐或痢，这是水邪进自胃肠。第五组症状，是太阳病篇提到的头眩、身眩动、真正欲体的，我就用眩动这两个字来代表，这是水邪上冒青阳，水邪进自经脉所造成的临床表现。头眩、头晕目眩，那就是水邪上冒青阳、身眩动、阵阵欲体的，不能够有准确的、有力的、稳定的运动，走起路来胃颤颤巍巍，拿起筷子哆哆嗦嗦，像梅尼亚是综合征，像小脑供气失调。他的这些表现都可以看成是身眩动、阵阵欲体的。第六个症状，小便不利或小便利。小便不利是阳虚气化失司，小便利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小便经常，特别是夜尿频繁，就是阳虚不能摄阴。这样归纳两条，我们把真武汤的主要适应症归纳为种气、咳、吐、痢、眩、动、尿不利，这就记住了吧。你看它涉及到了多个系统的病变，四肢沉重疼痛，我们在这把它叫做水肿。我们临床所见到的心源性水肿、肾源性水肿、肝病的水肿等等，还有不明原因的水肿。如果你对一个水肿的病人辨证属于肾阳虚、水邪泛滥的，那你就可以用真武汤来。真武汤水肿心下悸，这是以心脏的症状为主的症候。那个类心脏病有心慌心跳，特别是各类心脏病有些功能不全的。当然我们习惯用非常简单的方法，用西药、洋地黄这类的药物来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有很轻的病人，那适当的用一点真武汤也是很好的。我们上次在讲太阳病篇的时候还提到过，当我们对心功能不全的病人用洋地黄这类药的时候，当他的心脏、他的心肌储备能力很差的时候，你用洋地黄这个药稍稍过一点头，就会出现洋地黄中毒表现，稍稍有点不足，心功能就用不好，量和中毒量之间的距离太近，这个时候用药非常难。如果是阳虚水犯的话，你配合上正午汤，结果就发现洋地黄的用量稍稍不够一点也没有关系，稍稍过头一点也不会中毒，有明显的提高心肌储备力的这种作用。这是心脏病、呼吸系统病、咳嗽、痰多、呼吸系统病，同样可以用真武汤适当的加减。消化系统病，你看用真武汤来个类慢性胃肠炎，辨证属于阳虚而水邪进自胃肠的。此外我以前曾经举到过梅尼尔是综合症，你辨证属于阳虚水犯的，小便不利或者夜尿频，夜尿频难道也能用真武汤吗？这要看具体情况，如果真是肾阳虚，其实也可以用真武汤来，但是不要晚上吃药。不过对于夜尿频繁、阳不摄阴的这种症候，我还是主张用金匮肾气丸来，只是早晨吃药、中午吃药、晚上不要吃药。可见真武汤在临床上，我们抓一个主症，再配合上抓病机，就可以用于多个系统的病症，还可以妇科的阳虚水犯，寒湿下注的白带量多，妇科病也可以用。这叫什么思路？这叫抓主症，兼辨病机，活用经方。少阴寒化症的第四个症候，阳虚水犯症，我们就谈完了。我们在谈阳虚水犯症的时候，又结合了太阳病篇所谈到的真武汤症。第五个，阳虚身痛症。阳虚身痛症就是附子汤症，它看涉及的原文，看讲义的170页和171页，305条和304条。少阴病，身体痛，手足寒，骨节痛，脉沉者，附子汤主之。少阴病得知一二日，口中和其被恶寒者，当久之，附子汤主之。这两条原文他提到的症状主症有两通通，有两个寒，这两个痛，一个是身体痛，一是骨节痛，这两个寒，一个是手足寒，一个是背部寒，这两个痛
他的病机是什么？是肾阳虚衰，肌肤失温，寒湿凝滞于肌肤骨节，这样就导致了身体痛，骨节痛，手足寒和背部寒了，这是肾阳虚衰。四末失温，督阳不充，督脉中的阳气不能充盈，所以就表现了背部寒，手足和后背是反映阳气盛衰最敏感的两个部位，所以说四肢为诸阳之本，背为阳之府。中医早就有这样的话，我在大学那个时候上六年，毕业实习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河北省的一个县，那个县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病种特别特别的多，像上次我谈到的那个积热现象，那个蛔虫团性肠梗阻，胆道蛔虫症做手术，都是在那个遇到的，在城里就很少遇到这个情况。那个时候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妇科实习，实际上是产科，那个妇产科是里外间，外屋是我在那给病人摸脉，因为农村的妇女要是怀疑自己怀孕了，月经不来了，她要到做个检查，我在外屋摸脉，我就积累我摸脉诊断早孕的经验，同时我也问症状，好多早孕的妇女都是说后背发凉，后脊梁骨好像冒凉气一样，大便干燥，头晕头疼，我一摸脉那种滑象，那和我们一般情况的滑象是不一样的，再加上这个脉天突出也特别明显，再加上这个脉象中指两侧脉也特别明显，那我说你怀孕了，道理我们女同学做内诊一摸就知道多大，几个月，然后正好暑假就结束了。我回到家里问我妈妈，我说我在门诊上看到那些早孕的妇女，好多人都有后背发凉，大便干燥，头晕头疼的症状，您说这是一个病理性的反应呢，还是怀孕以后的一个正常现象啊？我妈妈说头不疼而不疼，早孕的人都有头晕头疼的症状。我说那为什么大便干燥后背发凉啊？我妈妈说这个我不会解释了，你去问你爸爸。我爸爸说哎呀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？当包公孕育胎儿的时候，人体就调动了全身的阴精和阳气来营养这个胎儿，所以阴精和阳气的这种输布一时就表现了失调，后背是反映阳气盛衰最敏感的部位，所以好多早孕的病人，特别平素阳气不足的病人，他都有一段时间后背发凉，这就提示怀孕了。我说为什么大便干燥呀？我爸爸说阴精去朝头胎而去了，不能如润大肠了，所以他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会大便干燥，所以大便干燥后背发凉头晕头疼，这是早孕，甚至是早早孕，脉象还没有找到的时候就有这个表现，就有这个症状。有一年我到黑龙江讲课，我不是说过吗，听课的学员好多都比我大，都是当地的名医。我讲完我的这个经历之后，一帮女学员一帮女大夫把我围住了，说好老师您说的太对了，我怀我们老大的时候他们都是过来人，怀上后就后脊梁骨发凉，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是怎么因事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我的阳气全去营养那小子去了，我自己后背的阳气就不能充盈，所以他特有体会，因此后背发凉大便干燥头晕头疼，常常是早孕的一个先兆的症状。这里的手足寒和背部寒是肾阳虚衰四末失温督阳不充的表现，我们遇到这样的手中寒背部寒，我们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太阳伤寒表实症啊？主脉脉沉，脉沉提示这不是表征而是里征，不是太阳受寒而是肾阳虚衰，沉主病在里，沉主阳虚吗？所以它既是诊断所必须参考的一个指标，脉沉它又是鉴别诊断除外了太阳伤寒表实症。我们过去在学哪一个方证的时候提到过背乌寒啊，在学阳明背热弥漫金气两伤的那个白虎加人参汤适应症的时候，除了四大症状之外，身大热、口大渴、汗大出、脉红大之外，
还有一个实施恶风和被恶风寒。现在这个病人有被恶寒，那会不会是阳明被热弥漫，近期两伤的症候呢？所以原文怎么说？口中和是个鉴别诊断。为什么在这凭空冒出个口中和？什么叫口中和？口不苦，口不渴，口不燥，那就除外了阳明被热弥漫，近期两伤症的被微恶风寒。你看短短的两个条文 ,304,305, 既讲了父子汤适应症的主要临床表现，也对太阳伤寒表示症的身疼痛做了鉴别，也对阳明胃热弥漫近期两伤症的被微恶风寒做了鉴别。多么严密，多么严谨，是阳虚造成的还是您至于肌肤的身疼痛，我们把它叫做阳虚身痛症。用父子汤，父子汤这张方子在药物组成上和真武汤在药物组成上特别相近，芍、姜、苓、茱复是真武汤，芍、参、苓、茱复是父子汤。父子汤人参和父子通用，这很有参父汤的意思，助运阳益元气，再加上白术、芍药茯苓燥湿利湿，去肌表的寒湿邪气，用芍药缓急止痛。所以我们应当注意附子汤的药物组成和真武汤的药物组成要区别开。实际上附子汤和真武汤又是对偶统一的一对方子，他们都阳虚，都是阳虚，一个是阳虚里有寒水，一个是阳虚外有寒湿，这样就容易区别开了。这样的话附子汤的适应症就要和太阳伤寒表实症相鉴别，又要和真武汤适应症相鉴别。就身疼痛这个症候来说，我们学过哪些方面有身疼痛呢？附子汤症有，我们刚刚说过麻黄汤症有，在太阳伤寒中说过，那是因为寒邪逼表，寒主收引，寒主痛，寒主凝滞，寒生其表以后，它便肌肤的气血凝滞，气血色滞，筋脉聚挛，因此造成了身疼痛。用麻黄汤发汗散寒，寒邪驱除出去了，然后身痛就缓解了。附子汤症的身疼痛我们刚刚说过，肾阳虚衰，肌肤湿温，寒湿凝滞于肌肤骨节，所以的时候用了阳散寒湿的方法，驱寒湿的方法。还有哪个方症有身疼痛呢？那就是我们在太阳病篇曾经学过的发汗后身疼痛，脉沉迟折，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，人参三两新加汤煮之，那是一个什么症候呢？那是一个营气不足，肌肤湿痒，不容则痛，湿痒则痛，虚则痛的症候。在伤寒论中身疼痛的主要方子就这三个，麻黄汤、附子汤、新加汤，应当学会区别使用。我们返回头再回忆一下真武汤症，真武汤是阳虚水泛的，它有利尿的作用。我们已经学过的利尿的方子，一个是五苓散，一个是猪苓汤，是吧？五苓散我们在太阳偏学的，猪苓汤我们是在阳明热症中学的。当然猪苓汤的适应症我们下面讲少阴热化症的时候还要提到，我们现在把这三个方症做一个简单的鉴别。这三个方子都有利水的作用，猪苓汤阴虚又热，水热互结，它的是热水。热水这个词应当说它不是一个医学术语，我只是这么比喻，它的是热水，水热互结，所以它的这个小便是不利呢，伴有尿道涩痛，小便短赤，甚至有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，这是猪苓汤症。真武汤的适应症它所的是冷水，我只是个比喻，像我以前所说的芒硝可以发肠管的汗，那也不能写在你的笔记本上，也不能写在卷子里，你理解就可以了。所以真武汤的是阳虚水泛，它是寒水，而五苓散所的这个水它只是气化不利，它的这个水既不偏寒也不偏热。你看真武汤和猪苓汤是对偶统一的，一个治水热互结，一个治阳虚寒水，那中间状态那就是五苓散症。接下来我们讲太阴经脉受邪，气血失和，出现了腹满食痛，
用桂枝加芍药汤疏通经脉，合理缓急。你说他虚吗？他也不虚。你说他实吗？他也不实。这个症候往虚的方面发展，气血两虚，经脉失养，腹中急痛，那就再加一汤，是小建中汤。这症候往实的方面发展，气滞血瘀，大食痛，那就在这个方子里加大黄，那就是桂枝加大黄汤。小建中汤太阴脾经的虚症，桂枝加大黄汤太阴脾经的实症，不偏虚了也不偏实的中间状态的，那就是桂枝加芍药汤。可见《伤寒论》中对呕统一的这种思维规律，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你也应当注意应用。关于少阴寒化症的主要方症，主要症候就是这五个，当然其中还有一个白通加猪胆汁汤，它是作为白通汤的一个加减方，我仍然把它归属于阴盛带阳症的范畴，我没有单独列出一个症候来。少阴寒化症的主要症候就是这五个，当然在我们的讲义上又列了巨兔，类似于少阴病的无诸于汤症，又列了肾气虚，关门不顾，下利滑脱，脾气虚，不能摄血，大便脓血的桃花汤症。这些内容留待我们下次课来讲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。本头条发布的属相关权利人所有，如有存在不当，请随时与我们联系协商，与医生成朋友，多个健康顾问，健康医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